2:09，在台风天，我要把飞碟有一点改变成飞碟大舞厅了，放些我的爱歌啊。
就爱点你 UFO。大家在运动的时候有特别自己特制的运动歌单吗？比如说有一些歌可以听到的关键字就会让你再坚持一点，再 push 一点。当然也欢迎你呢，在我们的运动时间或是我们的 dancing 时间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 23-6-3-9-9-55。In the sun, your heartbeat of solid gold. I love you, you'll never know. When the daylight comes, you feel so cold. You know, I'm too afraid of my heart to let you go. Waiting for the fire to light, feeling like we could do right.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Calvin Harris 的歌曲，就是 Under Control。 Anyone, a lone fool, out in the sun, your heartbeat of solid gold, I love you, you'll never know. When the daylight comes, you feel so cold, you know, I'm too afraid of my heart to let you go.用电子音乐或是用电音舞曲来超慢跑实在是太适合了，因为那个节奏非常非常的固定，不会让你就是突然想要跑快跑慢，也不会像让你就是突然嗨起来或是跳起来之类的哦。
还是不会跳起来，只是因为我的年纪到了。Tell me now, I'm
double, but I need you both. Might be seeing double, but I need you both. But if you stay, we can keep it going till the morning's light. I might be seeing double, but you're still the one. Might be seeing double, but you're still the one.时间来到2:27，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有一点在台风天的现场，我是欧马克。那今天呢，这一个段落呢，2:27会到2:40，所以有13分钟的时间，要不要一起伴随着 cardio music， 一起伴随着这些音乐，做一些心肺呢，一起运动一下，动起来呢？因为我看我们的聊天室群组啊，在 Telegram 当中 ，Dear Marcy D E A R M A R C Y， 就是我们的现场聊天室群组，大家已经在讨论手摇饮料店有什么好喝的，在讨论阿华田、冰旋风，哇，这些看起来有好罪恶的东西哦。
在上个小时呢，聊天室看到大家说高雄的风雨真的非常非常的大，非常的严重。希望高雄的大家都还好。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台湾之声 FM 103.9的话，在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全台的联播，台北 FM 92.1，苗栗、花莲、台东91.3，台中真善美广播电台、中彰投，还有宜兰是89.9，云嘉 FM 90.5，跟离岛的澎湖 FM 89.7。Hesitation. Don't wanna be too soon. Why don't you let me follow the rhythm of you? Would you wanna feel it? Would you wanna feel it? Would you wanna feel it? Could I be this close to you?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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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he light, I waited all night. A smile to die for, something just like yours. I waited all night for the thrill unknown, the will of you won. A dream to try for, hope that you'd like more. I waited all night for.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Jamie XX， I waited all night。
最后三分钟，我满脑子全部都是飞轮老师在教我再撑一下，再撑一下啊！这首歌差不多就是一个和缓的时候，让大家可以慢慢慢慢的休息。We're a thousand miles from comfort. We have traveled land and sea. But as long as you are with me, there's no place I'd rather be. I would wait forever, exalted in the sea. As long as I am with you, my heart continues to be. With every step we take, Kyoto to the bay, strolling so casually. We're different and the same, gave you another name. Switch up the batteries. If you gave me a chance, I would take it. It's a shot in the dark, but I'll make it. Knowing the little hope, you can't shame me. When I am with you, there's no place I'd rather be. To find our inner peace, make it everlasting, so nothing's incomplete. It's easy being with you, sacred simplicity. As long as we're together, there's no place I'd rather be.聪明，我没那么粗心。
只是舍不得把自己叫醒，隔着心事拥抱，因为很想珍惜，但对待努力的爱情都是悲剧。怎么情歌总是比情人还懂，情景却不亲密，那种寂寞在一个屋子还用手机沟通，不觉得奇怪的人是不是病了，感谢情歌总是比情人还懂，失望却仍奢望那种心痛，失望却仍奢望那种心痛，你的眼神比你的解释淡漠，无声的答案其实更震耳欲聋。你能带走花瓶，我会带走梦，而遗憾与回忆就各自处理，不用多余祝福，也别说对不起，像两个成熟的大人自我疗愈。分手之后像两个大人自我疗愈，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梁文音的新歌《情歌比情人还懂》。2:48，让我们现在来听听古人是不是对其实很多的人性也比现代人还懂呢？大家快躺好，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OK， 今天大家不用上班，但是我们还是有《世说新语》的故事可以听。昨天呢，我在社群上面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关于炫富这件事情。炫富呢，你又不能炫得太明显，因为会让人觉得很讨厌。你要炫得不经意啊，才叫真的酷。之前在 Threads 上面看到一些文章，然后我觉得 Threads 就是一个大型的炫富场。讲的人，我不确定他们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炫富了。比如说，我看过一篇文章，在讲说，商务舱真的是搭过就回不去了、欸。然后或者是在 Threads 上面有很多人在抱怨自己的搭飞机的经历嘛，就会说什么什么竟然把我降级到了豪金，我真的是从来没有搭过，第一次什么几岁的时候搭过一次经济舱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搭过经济舱啊，等等之类的这样的话。那我昨天看到那篇贴文呢，是在讲说美国这些富豪啊已经不是在讲舱等的事情了，他们呢已经在讲Charter 就是私人包机这一件事情就是要飞去哪里呢？就有人啊，你还要搭航空公司的班机？我们都是包机耶。那这个包机呢，在网上还有更高的一群人，就是 PJ 不是 pajama 什么睡衣哦，是 private jet， 是啊，我有私人飞机啊。然后同时呢，在私人飞机上面，你要打卡，你就是要打卡自己穿的 PJ， 你就是穿着睡衣，然后穿得很舒服。再来呢，你就在那边吃一些什么花生啊、pretzels 啊，掉的满地都是，但是你也不在意，因为那是你的飞机，有人会帮你清理啊，等等，就是他们炫富是炫到这种程度，要不是那种好像、啊、
我今天包机啊，这台飞机都是我的，或者很开心的说啊，这是我的私人喷射机啊，就像我们难得有一次，如果被升到被升到商务舱的时候，就会像个乡巴佬一样，东边拍拍，西边拍，哦哦，这个东西哇，这个可以合起来，哇，这个伸脚哇，好长哇，拍所有东西。但是有钱人呢？啊，或是想要炫富的人呢，他们不可以这样，他们要炫得很自然。这不就是跟我呼吸空气一样吗？这跟我喝水一样吗？古人会不会炫富？当然会，人性嘛。厌世说新语，厌世国文老师要分享的这一篇啊，来自于石崇。石崇啊，他呢就是很喜欢证明自己是个很有钱的有钱人，要让钱变成别人无法拥有的东西。这一篇《世说新语》在太耻篇，太是淘汰的太，耻是奢侈的耻。这一篇有提到，石崇跟另外一个有钱人王凯进行了一个斗富比赛，就比赛谁比较有钱了、啊，想要知道谁的经济实力比较强大。那听起来很幼稚啊，可是有钱男人的浪漫就是这么简单。像现在也是嘛，有人就是改装自己的跑车啊，或者呢是买很贵的手表啊。如果这样子没有办法分出胜负的话，就会从华丽转向稀有，就是这个东西你有吗？这东西全球限量的，你没有吧？你买不到吧？王凯啊是皇帝的外甥，所以皇帝偶尔啊就会当他的干爹。在这场有钱人的比赛当中。有皇帝支持，难道我会输？皇帝是国家最高的统治者，应该有整个国家的资源啊，四方各处的宝物都要进皇宫。嘿，皇帝提供我珊瑚树，这个珊瑚树啊，大概有2尺高，生的、啊、枝叶茂盛。王凯马上跟石崇炫耀，嘿，怎么样？珊瑚树2尺高的珊瑚树，怎么样？没看过吧？没有想到，石崇看了一回。他就随手拿起他平常在抓痒的工具，就是铁如意啊，不求人，然后把那一株珊瑚树给啪砸碎了。王凯吓傻，说：“哎、欸，皇帝给我的宝物、欸，哎，这个世界上没几颗，哎，我一定赢定了。你现在把我这个砸掉，然后就觉得说，你是不是更小灯小气？你是不是嫉妒转生气？因为你没有，你就要把我这个摧毁掉。但是问题来了，这是皇帝借我的。”我要怎么样跟我皇帝交代？怎么办啊？心里非常非常着急啊！东西坏了，我该怎么办啊？这个宝物啊，难得一见啊，结果被你这个人弄坏了。他就一边骂一边碎念，可是石崇啊，就一派轻松的说：“不足恨，今还清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在那边念啦，不用在那边骂我啦。哎，我等一下马上就还你。这个石崇呢，就指使仆人啊，把家里面的珊瑚树来，家里有多少珊瑚树，全部拿出来。刚你拿那个2尺的，我们哦有3尺的，有4尺的，有6、7株在那边闪闪发光。你自己想要哪个，你拿走吧。好像是在嘲讽王凯的无知跟崩溃啊。石崇破坏了珊瑚树，再拿更多珊瑚树，这个举动就彰显出了自己的富有，还表示了对王凯的轻视。你以为的独一无二，哼，不过是我的习以为常啊。从这样的竞争关系当中，石崇就获得了很大的满足，因为单纯的物质享受已经没有办法让他感到愉悦跟刺激了，就是要比别人更有钱，拿到比别人更稀缺的东西，这才会让他满足。所以也就是那一句话嘛，幸福其实很简单，但是困难的是你要比别人幸福。就如果这个世界上啊，我们彼此都不会交流，我们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我们会对某些就是其实小小事情都可以让我们觉得很满足啊，一打开就有电灯，一转开水龙头就有水，这是多方便的一件事情啊。如果我们活在像世说新语那个年代好了，我们要洗个澡都是超级困难的事情，欸，我们要出个门非常非常的累，欸，但现在我们这些如果没有比较的话，我们是很容易满足的。偏偏这个世界让我们的连结越来越快速，所以我们很容易去跟人家比较，而且我很容易跟不认识的陌生人都可以比较，然后我们就会活在不幸福跟不快乐当中。当然，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于石崇的这个做法会有一些评价上的差异，但应该会承认他可能不算是个坏人吧，
因为他就是炫富嘛，炫耀财富不是什么邪恶的行为啊。然后他呢，也不是像大家炫，他是像特定，就是你爱跟我比，所以我跟你比；你爱跟我比，我把你踩在脚底下摩擦，让你知道你根本远远不如我。比较像是一个拳击场上的竞赛，就是你一拳我一拳的有来有往，而不是过度的自我膨胀。当然现在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当中弥漫了一种仇富的心态，就是看到有钱人会皱眉头，然后心里面会不爽不开心，然后会觉得这个人很糟糕。但大家也都要知道，这些仇富的心态、仇视有钱人、敌视有钱人的心态，都是我们自己的投射啊。同时也要提醒一下，你永远不可能变成你所仇视的对象。不管你今天仇视的是有些男生会仇女，就仇视女性，然后会用一些很糟糕的话来诋毁女性，其实背后是非常的缺爱跟希望可以得到一个很好很好的对象，因为得不到而转就是更小登小气的这种仇视，你是永远得不到的。对于财富也是一样，你对于财富是如此的敌视跟仇恨，财富也不可能会变成你的。今天最后呢，就送上这首我小时候很喜欢的歌，来自于陈洁仪的《炫耀》。受了眼